爸爸同刘华庆祝，黄子晴到场参与。黄子晴、赵社之、殷永山等人，寻日就齐齐出席活动嘅时候，被安排食住寿司影靓相啦。但系子晴影影相嘅时候，就夹硬俾人夹走嚿鱼生，净系食嚿饭，点解先？唔系因为我个肠胃超差，跟住之后，所以我平时都唔食生嘢嘅。但我系中意食寿司，即系可能食嗰啲熟虾、熟蛋啊嗰啲咯。即系啲朋友成日笑我吓，咁你去日本食咩啊？咁样我就话 OK 嘅，我就系唔食生嘢咁样。咁头先佢哋都好有义气，帮我食咗啲鱼生，我就食咗两嚿饭。最近刘德华受婚，童子经升长，唔知道你爸爸黄日华又有冇同老友一起庆祝啊？我聽到爸爸昨晚同佢食飯咯，咁我以為佢食咗啦。佢我以為本身食飯，但原來好似係一個慶功宴嚟嘅。我諗可能遲啲。即係我講嘅慶功宴。應唔係昨晚係一個電影嘅慶功宴，咁我就唔知道，我以為佢自己約阿華哥去食飯。我諗遲啲應該會吧，遲啲睇下，希望可以參加。